它是狮伯熊，然后小名叫肥熊，它是我的未婚夫。它是舞种，它是我的另一半，因为我很尊重它，所以就叫你舞种。我们在一个备婚的状态吧，然后明年就会就是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婚礼这样，对。恭喜吴谦与狮伯熊要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。11月21日，《爱的休学旅行》综艺中，吴谦与狮伯熊在接受访谈时候爆出喜讯，两人计划明年举办一个正式的婚礼，吴谦与要升级成为人妻了。其实，在之前两人参加节目时候就已经透露了结婚的好消息。当时吴谦与被问怀孕传闻的时候，没有否认要孩子的意思，直接将问题抛给了狮伯熊，让他回答。那态度明显是已经做好跟狮伯熊孕育下一代的准备了，狮伯熊则表示非常尊重吴谦宇，等他做好了当妈的准备，两人就要小朋友。这不是潜台词说两人马上要结婚了吗？没想到两人这么直接，直接在节目中公开了明年结婚，也太甜了吧！